肚子收下去，往内收。我已经收了。像一颗球，然后往上 arch。要抬起来。对，然后再收。要一根一根的东西在被我拨动，有没有？是一个粗粗的，有没有？天君。有。我是这边有黑青哦。有黑青。要强调这个跟我无关。拨云见日，拨开你的不是，是不是？不是来找我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阎罗王。哇，我跟你讲，这次的企划又完全不一样，这次找的是各行各业的正妹老师，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，你有听过 Trick 吗？他是专门跳 PTP。怎么？太厉害了！教我吗？我怕老师会就是今天就是教到这边就好了，就是之后就不想教了这样子。对啊，对。教学遇到瓶颈这样。我们等一下面对侧边，侧边是不是？对，这样比较看到你的身材曲线。肚子收，尾椎收，尾椎肚子收，肚子收下去，往内收。我已经收了。像一颗球，然后往上 arch。要抬起来。对，然后再收，肚子收。教学遇到瓶颈这样。一个微抬收，第二个。哦。上，对对对。哦。然后。好，来，所以背压收，微抬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有哎，有比较有感觉哦。好，来再一次。好。背 arch。背 arch。就是像唐老鸭一样。对对对，然后收一个，微抬，往下蹲，再收第二个，再蹲下去往下收。对对对，抬一个，微收，再往上 arch。对对对对，成功了。我已经可以出师了吗？对，踏入破。真的吗？老师，你有缺老师吗？没有啦，哈，不好学，真的不好学。资讯资料跟大家讲一下，不然找不到。对，我们的教室是 K R Z L 底线 S T U D I O。好，那老师你在练舞或者是教学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哪些身体的不舒服，或者是属于职业伤害的部分？基本上就是肩颈或者是背部。背部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腿的话就是小腿比较紧，小腿比较紧，因为平常会一直蹲。我待会帮你检查一下，看那边地方有没有问题，这样子。好，老师，你待会啊，我会从骨缝、肌肉缝去找你有问题的地方。哦，太痛受不了，跟我说哦，深呼吸，吐气，不要憋气。有没有感觉到一根一根的东西在被我拨动？有没有？哦，像刚刚你说背这边哦，就是比较驼、比较紧的话，就这边的筋膜有拉扯的关系。哦，这边有点胀胀的。对，像你刚刚说的，就是你有做一些手部撑的动作，有没有？哦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对，比较有问题一点点。哦，这边也是一个粗粗的，有没有感觉？有。对。老师这边有黑青哦。有黑青。对，淤青。我们处理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一些旧的，哦，就是气淤、血淤在这边，我们处理的时候也会出来。哦。但是这边要强调，这个跟我无关。还是跳舞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好。有没有这边有一块啊？有没有很大一块哦？对。对啊，我这边有一大块粘连，我这边很多碎碎的，有没有？感觉得到。深呼吸，吐气。哦。深呼吸，吐气。好，先处理完，我们来测一下角度。然后我们向右转，要转到极致。好，低头。哦，这角度也比较大了。已经不舒服很久，不舒服很久，所以常常去给人家油压。油压每次大概什么一个礼拜多，又想要再去按第二次。对，不管你去做什么样的处理，都还是不舒服的话，哦，欢迎你来试试看。哦，包准你们会找到新的方向，因为我们去找问题，成功。